出卖桃园。SRF 电厂败部复活，桃园市议会国民党团直指经济部撤销桃园市府处分是在护航。前桃园在地立委黄世杰揭露市府处分充满瑕疵。在我的任内，经济部也三度发文表达说他们不续推这个案子，发动纯粹的政治攻击。那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关于乡亲现在的焦虑。三份报告指出，市府以经济部收回推荐为由废止厂商入园，但里面没有记载废止法令依据，也没有叙明具体法条规定，指市府片面甩锅中央，不扛责任。决定是这个桃园市政府，如果决定是桃园市政府，你就不应该推荐嘛。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，经济部角色是就再生能源做推荐，核准主导决定权都是桃园市府。图卡说明推荐并不具有法律效力，当初诉愿会是九位法律专家及两位政府代表一致决议。黄世杰立法委员或是中央都说，如果我们市政府觉得这个核发这个许可证不适当的话，我们可以进行撤销就是了，不必理会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推荐函。那一旦我们真的撤销了以后，他们又说我们这撤销是不合法的，先前他们讲的话都是空话，显然都是选举的时候的操作。三家再生能源厂已经有一家已经新建，现在中央地方互推，能源政策沦为政治口水。三新闻时评提案报桃园报道。